旅客朋友们请注意，由武汉开往北京西方向的高4802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了，有乘坐高4802次列车的旅客请到 A6B6 检票口检票上车。各位旅客，意趣银燕高飞日，黄鹤楼前共赏樱。我们度过了非常特别的76天，我们心怀感恩与感谢，感谢全国人民对武汉的守望相助，感谢社会各界对武汉的关心支持，祝您一路平安。列车前方就要到达武汉市了，拥有武昌火车站、汉口火车站、武汉火车站三大火车站。武汉火车站是目前全国高铁线路辐射最广、直达城市最多的高铁站。每一次要离开家，父母总是放不下，拉起我的双手，有说不完的叮咛话。外面的世界会有风吹雨打，哭了累了倦了，要记得回家。又是一年秋风刮，飘过的游子好想家，想起远方的父母，眼里泛起了泪花。爸妈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大，为了明天的美好，我们全力离开了家。叫一声老爸爸，责怪一声老爸爸。